近日某知名网站拍摄的街拍图组曝光，宋茜在巴黎春天百货天台上尽情玩耍，这次她收起笑容扮起了酷狗，魅力十足，米白色的针织配上一个熊猫造型的包包，带着她的笑容给寒冷的冬天增添了一股暖流。当天使翅膀的机车皮衣碰上牛仔服，展现出一个潇洒随性的她。灰色的呢子大衣配上其卡其色的打底衫，简约而复古。蓝色的皮裙搭配针织衫上的线条，在宋茜的身上霸气时髦到极致，每一套都极具现代感。据悉宋茜也将会亮相天猫双十一晚会，千万不要错过我大有苦独家直播的天猫双十一狂欢夜。